是二话 SC 就我们真的是啥浪漫事都跟咱一帮一起干的，什么烟火会呀、啊、看日出看日落。R R， 那我把 One 写上吧。又是一个混乱的夜晚，写了 R1， 那我给他写上 S。 好， S 写完了， E 我就留给野哥吧。一些记忆在浮现，闪亮灯火照耀着平安彩色世界。他这是走是吧？赵让，赵让，你是赵让吗？啊，夏之光在这儿。 Right， 感觉像打了鸡血，更让我感觉到我需要兄弟们陪着。这么好的风景不跟兄弟们一起看太可惜了。面子在兄弟面前一文不值，今天张安琪必胜。星划过天空，它穿过彩虹，终于不再。兄弟们快来呀，山上好冷啊。怎么办，他写不太见啊。没了，马上没了，马上没了，马上没了，走了。希望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有 Rice 的平行世界，在那个地方 ，Rice 和小十二可以永远不分开。人家十一根星就代表我们十一个人 ，Rice 顶峰看见了啊 ，Rice Friday Together。星光岛的星光照亮月亮航行方向，眼泪作桨努力的划入海空，浪迹起航，掷地有声的狂想，要为民的力量。是否还记得雾的另一端是什么模样？有什么感觉？可以啊。然后视频好，要来亲我一下，快点。之前在一起的时候带动了整个团聚，然后一起追队，对，一个房间大家坐在床上一起在看一起的一路，就画面还挺美好的。跟当时的人学感爱不是一点，是我们是一个人在的。觉得挺开心的，能用自己的话把这两年的时间放在一首歌里，就是记录下来。在当时快要毕业的时候写下了这首歌，分开是为了更好的重聚。觉得 Rise 解散了就是日落了，因为对于我而言，日落过后下一刻就是破晓。正在进行中，
我们没有期限。